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布哥。咁今日就要介绍封天线啦。喺开始之前，先杀咗啲羊驼先啦，因为佢哋阻住晒。我哋就要上到最高嗰一层啦。好啦，我哋下一站就係封天啦，呢條線嘅終點站。咁呢條線就係得兩個站嘅啫。到達封天站啦，呢個站就主要用密封方法為主啦。上面大腿內乜嘢都冇嘅，英文名叫 B Sky 啦。整个站就是这样的了。这条线呢就是新区铁路里面一条最短的路线来的。只有两个站的，不过其实由城市车站去丰天站这段车程也挺长的。今集就来到这里了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记得 like 和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啦。